主卧室的部分，其实我们要提一下，屋主他们是从一个独栋的别墅搬过来的嘛。其实相对的，我讲了嘛，机能美，机能美，机能美。所以说有些口，我东西那么多，包包那么多，怎么办？对呀、啊，还有衣服。所以首先呢，我其实我在这个床的背后，其实它上面其实有个大梁画过。OK， 那时候我在梁下整个做整平的，我也不要做任何的凹凸面。嗯。所以这个后面有强大的收纳功。所以这一块的部分，我们先讲，它是做一个后方可以有大量的收纳。对，床尾应该也是喽。对啊，床尾除了有电视机融入以外，嗯，左右也是换季的衣服可以铺在这边。这样聊到它这个别墅搬过来，就并不会觉得说空间稍微小一些，然后就不能摆那些东西了。是因为它强调收纳美美以外，收纳还是基本一定要的。好，这个空间你刚刚提到可能是咖啡金啦，一些古铜金啦，金色跟米白色构成这样的空间。是，我想要说的是，其实金色如果用不好，它真的很容易流于俗套。对，我还不好意思讲，容易走掉。对啊，没错，可以看我的空间里面，其实很多的金，好有深色古铜，还有这边哪怕这个床头这个有点带珍珠亮粉的金，嗯，其实它们搭配起来都是非常的有质感。对，因为金色系真的它拿捏真的要很精准哦。对，特别是你看像我身后的壁纸，它也可以穿插到金色系耶。对，所以它带点黑以外哈，你看你有带点金黄色的，搭配上我这个施瓦洛的水晶壁灯。哇，效果就很加成的好，然后再来倩宇，你看你的右手边这通往更衣室的这个门，这个图腾实物雕刻跟这个壁纸的图腾是互相穿插的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门其实推开就是你说的这个更衣室的部分了，对不对？书画区的后头。OK， 哎，更衣室的部分，我发现你真的软实力还蛮强的。我特别想说，这现在最近这新出来的这个卷帘是有图腾的，对，有古典图腾，又是发的感觉，花的感觉，所以女主人也蛮喜欢的，所以我首先我就装上去，说，哎，效果出乎意料的好，还不错哦。对啊。哇，这间厕所进来真的有那种尊荣的感觉。对啊，因为男主人是说他厕所一定要做得非常华丽。通常是女主人会要求厕所，没想到是男主人要求厕所要华丽。没错，那主要这个瓷砖就是选的是比较巴洛克式的。嗯，另外呢，有西口还有一个功力，就是把完全两个世界不同的东西，可是放在一起，你觉得它是如出一辙，同一个地方出场的。对，因为当初其实女主人来看现场的时候说，哎呦。尤西口，这个玉柜怎么那么素啊？请那个师傅呢，直接把这个图腾一直转印到下面来。就是整个，这算手工彩绘上去的吗？对，手工彩绘上来的。所以你看，我说，脸盆归脸盆，玉柜归玉柜，可是你可以把它做成像是同一个品牌出品的。对，感觉好像花直接 link 到我的柜子里面，这样就 finish 掉。哎，对，尤西口，你这个公用卫浴空间是我见过史上最狭长的耶。可是进去的感觉没有压迫感。因为屋主有两个宝贝儿子嘛，所以屋主是希望说有双脸盆的设计。再来就是为了我们专属的小便斗。男生哈、哦。对呀，我觉得家里有男生的妈妈都非常 care 这个问题。那我利用了一些瓷砖不同颜色的搭接，还有一些灰烬的搭接，在一些不锈钢框，然后在一些特殊的明镜处理，起来有哇，进去感觉好像不是一般的厕所，还变得比较特殊了，感觉还蛮宽敞的哦。其实在我看过以往的空间当中，或许小孩房就不会那么多的特色跟那么多设计的重点在里面，但往往你的小孩房，你所做的小孩的空间都还是有他们自己的个性存在里面的。这是大哥的房间，那大哥的部分我们是走比较蓝色痛调的系列，蓝搭白，然后也是会比较舒服。真的觉得你的软实力，尤其是选软件、窗帘、抱枕，甚至是壁纸，真的每一每都会让我觉得很惊叹、很赞叹。你这壁纸选的真好，这壁纸很像是我们是 freehand 有没有？对，自己画上去的，很有创意。既然是小孩的房间，书房各方面都应该要这个书桌要到位。对，不过你这个书桌的形状长得有点特别，所以妈妈希望说，因为他书又多，其他等等多，所以说脚又长，所以希望说这个桌的那个深度呢，书桌深度就可以尽量深一点，可以深一些，然后可以兼什么呢？家教来的时候也可以一起做功课。OK， 我懂了，小孩坐这边，家教可以坐那一边。对，然后家教那边还有一个留言板，还可以试算什么公式啊，好在上面头跟小朋友有所互动。OK， 对，所以这一个空间当中，虽然看到色系蓝白简单， yeah. 可是我会发现你线板哦，不马虎。对，这是线板很特别。
哦，它是一个罗马兔柱加一个那个小天使，小天使那个小童的 image， 非常活泼，很可爱啊。哥哥房是这样子，那弟弟房你也不能偏心哦。对，弟弟房就是带点绿色的，然后它的壁纸是比较有速度感的，所以说它的功能也是一点都不少，也是一样书桌啦，衣柜等等的，那主要是用颜色来区分哥哥跟弟弟的房间。OK， 搭配，所以这两间小孩房还是分得很清楚，而且是各有特色哦。其实我今天看完这个空间，我觉得等待十个月甚至是一年，它是值得的，因为就像你在孕育一个 baby。最主要是要感谢南联主人哈，愿意等待，然后一起跟我们一起共同努力，创造出来这个很漂亮宝贝，终于诞生了漂亮的 baby。对。早上六点多，当我起床坐在马桶上看着手机，我想用 Facebook 来清醒我一天的头脑，准备王牌设计师拍摄的同时，我看到Yoshiko在 Facebook 上留下这么一段话，他说：耗时一年终于诞生的漂亮宝贝，即将进行王牌设计师的拍摄，期待中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由衷的佩服他，因为对于设计的这一块领域，老实说Yoshiko已经有15年的资历，而且他所经手的案子真的是不计其数，但是往往对于每个案子哦，他的热情还有专注都始终如一，就好比他生平所接的第一个案子那样子认真专心。而且这次的案子，他用母亲怀胎10月的心情呢，去期待一个 baby 的诞生，这整个过程的每个细节，他都是那么的在乎，那么的细腻，那么的讲究。其实呢，今天的屋主太太她告诉Yoshiko，她发现自己怎么变犹豫了，因为呢，她在选东西的时候会不自觉的、下意识的拿起电话，然后拨给Yoshiko，问问她的意见之后呢，才能够决定她要买哪一个东西。或许屋主太太自己本身并不知道她怎么了，但是我这旁观者一眼就看出来，这是屋主太太在不知不觉当中产生对Yoshiko100%的信任。因为有了Yoshiko的专业跟加持，他可以让他的家的风格呢更完整、更统一。其实，在我的心里，我一直认为Yoshiko就是这么一位可以让你打从心里信任以及佩服的设计师。